太过分，为什么有人这样？没有。阿雄中了酒没爬，体力还这么好。对啊，也有，是这样。是，那你们该觉得他干嘛停下？啊？你们不是觉得说干嘛停下？这边停下应该休息一下，喝口水，继续出发。休20分钟。还在上？想爬过去？他居然长成这样，蛮神奇的，怎么会长成这样？他们都在看，随便，你们可以休息一下。包装啊，对啊，就是一次两次完了，靠，左右邻居分一分就吃光了，哪一个？不行，他已经嘴唇接触了。你那什么东西？举落。第一天不是第一天爬山吗？拜托。从第一天就开始被你骗。谁骗过你？加米爬那么顺。加米湖我差点就回不来。加米湖。第一天就扭伤脚，多可怜！哪里可怜？差点就回不来了。不会，超开心的好不好？掰着卡回来。Thanks.